才是小胖子啊。走快走。注意，还动啊！是拿我的水，我的吧？我觉得是从这，不是吗？在我的，拿去吧，谁稀罕呢、啊？就算拿人家水，我要喝。啊，下次有机会有观众来我们店里，我请前十位观众喝奶盖红。哎、欸，干嘛？干嘛？哎、欸，干嘛？你儿子的方向还想走，没那么容易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好久没有拍骑车日志了，今天是第100集。你们说有什么特别东西吗？没有。有吧？破胎了。哦，我们今天就从南港到了港南，很久没讲这句话了。那今天我们才刚出来呢，我就爆胎了。荒野自救协会。好险，我们有技师，哎，也有工具。你要采访一下车主的心情。我觉得刚应该是骑太慢才会撞。本来路上就不应该出现脚伤。对啊，很奇怪，路上今天路上超多一些有的没的，就那种货车掉下来的东西，好危险啊！很危险啊！刚刚还在桥下面跟桥上面看到蓝白拖。在这里啊，想问一下蓝白拖赚钱？哎，这个蓝白拖怎么看起来那么新啊？很新的，好新啊！刚才买的吗？我靠，赤脚走进 seven， 为什么要穿蓝白拖嘞？找不到鞋啊，穷，只有这个鞋。赤脚行者啦，今天呢我们要去眉山，那去眉山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，因为我第一次跟我们这一团出去就是去眉山，那时候我骑的401，我们其实除了眉山以外呢还有一个特别的嘉宾，感谢你特别邀请。哎、欸，你们以为是人吗？不是，我是要讲车哦。这个是我们大红，哎、欸，好久不见了，对不对？小红不要常出现在大家视野里，因为小红不管停到哪都被人家抓哦。因为那个小红的样子实在是让人家记忆犹新啊，尤其是她现在新的样子，让人家更印象深刻。所以每个人拍到之后就说，为什么小红会变那样啊、哦？不要问我，问车主。你有发现共通点吗？什么共通点？他们都不洗车，但是你看他的排气管真的是沧桑哎。跟你讲哦，如果说以我自己的车子卖给下一个人接手，大多数都是卖给朋友。过最不好的车子呢，哎，就是我们 CB 系列啦。我们 CB 系列呢，第一名过的最不好是300啊，第二名就是在1000R 啦。那这个车主呢，他比较害羞含蓄一点，所以我们等一下不会特别去采访他。他是冷面笑匠，冷面笑匠，他喜欢开黄腔。哎，对，我有个很好奇的问题啊，哎，魏总，你这次骑的车又不一样。易德借我的、啊，易德借你的，易哥啊，易哥哦，不是 P 哥了，易哥，我们交友广阔啊，很多车用蹭的、啊，对啊，借东风啊，借什么啊？啊，所以他借你的车要改排气管了、哦。不要乱说，那是原本就是这样。那这个阿卡波比克的这个嘞，特别版 M 版 ，RTL 是 M 版，哎、欸，哦，所以是易德易哥借你的，易德。哦，那不瞒各位讲，这样我的 SR 跟我的 S1000R 都是易哥借我的。不要瞎掰好吗？OK 啊，我们现在到苑里的四海港，真的蛮喜欢西滨中间那一段，就是到苗栗前的这一段路，因为他们的山呢都蛮漂亮，他们的草的颜色是有一种灰灰的感觉。如果有骑上来的或者是开车路过的，一定知道我在讲什么。但是我前面没有画面了。哦，很简单，因为 GoPro 当机了。哦，我真的觉得 GoPro 很讨厌的一点就是呢，拍到一半如果当机了，你不能把它关掉重开或是什么重置，你一定要把壳拔掉，把电池抽出来再塞回去，这个当机的状况才可以解除。一路上骑过来，我真的觉得这个车子给我的感觉是非常非常的好。这台车就除了外形以外呢，我觉得其他都还算蛮满意的，而且我觉得它以双缸车来讲，它的气还算蛮长。而且它也不到公升级啊，而且这台车散热做得好的部分呢，就是在于你在骑车的时候呢，你都可以感受到那个热风马上被带走。诟病的一点呢，我觉得这个车子以性能上美中不足的大概就是这个地方哦，因为它的尾缸啊在这里嘛，含氧感知器这里呢，你晚上看的时候它都是红的，所以基本上呢，要不让这台车更好，就是要把这一段给废掉。但是这段废掉之后，一定有个问题，就是它一定会很大声，所以说这个东西呢，真的是双面刃啊。
OK， 我们现在吃饱，等一下要去卖寮的。怎么一直笑呢？为什么要笑老板呢？心情好啊，对不对？那边白白的呢，那就像奶盖啊，这个房子红红的，就像奶盖红茶一样，真的是不错。哇，好像剪在用脚。这影片剪出来，然后没人看得懂，而我们自己人看得懂。那个他爸笑死。加了415块，天哪，太紧绷了。这里是麦寮，那到这边呢，真的是非常紧绷。那这个人他的油箱非常大，所以他其实没有在怕的。对，那刚刚呢，我们有一台绿色401就先 GG 了，可是他在前面的十字路口那里没有油的。那我们还有一位刚刚在西滨上面听到他没有油的消息，他很害怕，但好险你平安的到达这边。就说我慢慢骑啊。哦，对啊，顺顺骑嘛，对不对？对啊。你会口渴吗，轩？我现在口渴了。哦，不管什么，现在拿给我喝。没有，现在没有没有，我刚刚也尿完了，没办法。哇，我觉得今天头头不在，他就集中火力攻击。我哪有攻击你？他刚刚录影哦，录影哦，聊不录影哦，录影啊！你以为在紧身牛仔裤抓不到吗？没有啊，那个集中火力于他的车啊，集中火力茶吗？集中火绿茶，什么红茶呢？干嘛啦？你怎么在这看我呢？请你喝，你好，要啦，喝啦。你如果真心请我喝，你就不会拿着 GoPro。你什么意思？好，要不要喝啦？不要喝，那就好了。那就拿啦，拿啦，拿啦。谢谢谢谢，这个 B 是什么意思啊？怎么跳这出来？我不知道哎。哦，真有噱头啊！对啊，真的是好神奇哦。喝点云盖，收成红茶。各位小朋友，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些画面呢，就是所谓的霸凌。如果你们在学校遇到同学霸凌，一定要回家跟家长说，跟老师说。那如果呢，他们解决不了呢，就密子恒叔叔。虽然子恒叔叔都会骗人。我啊。我请他喝饮料，然后他说我霸凌他，有道理吗？没道理，有道理，口误。请他路道怎么走，我自己回家。他那个才叫霸凌，他用眼神霸凌他。没有啊，我老板怎么会霸凌人呢？都是你在霸凌我老板。对对，都是我霸凌他，我不应该请他喝好喝的云盖熟成红茶，俗称奶盖红。你这样讲，他们也不懂在讲什么。没关系啊，反正你妈妈会看影片嘛。他妈知道怎么欺负我，他仗势自己有流量，用流量压力，他想带风向。你跟王军有什么两样？不是你妈妈是要听到也很开心的。妈是个贤良淑德的传统女性，你不要这样子污蔑她。我没有，她很开心，我请她饮料很开心，想要她都喝了你尿。她不会嘲笑她的儿子，应该。从小到大，她好像蛮喜欢嘲笑我。挺辛苦的。不要以为把眼睛遮住，他妈的就不知道是谁。你他妈的干嘛？我发动态也不行哦。哇，那自己在发动态比比较糗啊呢？干嘛？我上辈子烧了什么好香，被你这样子捉弄？我没有，我挡起来，我只是在拍饮料。你挡了什么东西？你告诉我。马上，这样可以吗？我的人生，怎样？干嘛啦？超漂亮的，不知道镜头拍不拍得清楚，一片雾蒙蒙的，然后看得到下面的城市，还有那个河，
哇，超美，真的超漂亮。继续前进哦。OK， 我们现在到眉山的这个鱼梯门市，惊不惊喜？不意外。停下车之后开始哗啦哗啦的下雨，炸裂！哦，我刚刚说，我还在路中间停下来拍一下下面，好漂亮，好险没有停太久。如果停太久的话呢，淋雨的就是我。然后现在骑这个车上来，老实说，我还是觉得单缸车走这种路比较不吃力。所以你刚刚骑双缸觉得吃力吗？没有吃力，感觉是说它的档位跟转速，然后单缸车就很随便。那这个车上来的时候，如果骑太慢，它会二档尴尬。对对，然后一档又太爆。太冲。对对啊，还是有差了。不过这个杜卡迪有一说一，是我骑过最好骑的杜卡迪，没有之一。好了，那我们大家看一下，大概要等多久我们才可以破掉了？厉害。上来之后 GoPro 又宕机，然后结果刚刚路上都没拍到东西啊，然后又要再一样把壳拔下来，又把电池抽出来，然后塞回去，很堵然呢。刚刚上来那个路多精彩，都是青苔，连手屁都没看到。对，真的是很生气耶。跟来的时候这里还没有盖这个，就偶尔上来这种地方就真的很放松啊。虽然说刚刚骑过来的感觉一点都不放松，拍片然后就 GoPro 打开然后就又宕机，这感觉真的非常糟糕啊，就少了记录到一些看起来比较有趣的画面哦。不然刚刚那个上来的路齁，滑来滑去的，滑溜溜的，真的是吓都吓死了。好啦，那等一下我们做下准备，应该就会开始吃吃喝喝啦。你看 OK， 刚刚去脱装备脱安全帽之后呢，回来车子旁边，不得不说他新的937散热真的做得非常好。他住我他新的937呢，现在已经是可以放在这里了，有没有13个散热真的非常快，因为我们到这里大概才不到10分钟。那刚刚在骑的过程中的脚还是会烫，那就算现在是有点下雨，然后山上天气比较凉，骑的时候还是会烫。但是它现在新的版本散热真的非常快，因为我之前骑 Scrambler 800的时候呢，我停在那边好久哦，它还是很烫。现在骑这台呢是没这感觉，就所以我觉得它新的导热材质都做得非常好啦。不得不说杜卡迪呢，虽然说少了以前浪漫，但是它让这个车子变得更加的有趣。那今天这个就算是出游，顺便跟大家讲一下它骑长途的感觉啦。那希望大家有机会也可以来这边走走，因为这里真的很棒。不然我现在拍给大家看，就是我觉得这边温度什么都刚刚好，而且这里的天气其实瞬息万变啦。我们这块是目前是没有下雨的哦，有也是一点点一滴滴毛毛雨，但是那座山头呢就在丹瑞宫啊。哦，那个雷好大声啊，但是看不到闪电，或许晚上就看得到了。今天来的时候天气是蛮好的，今天就是雾蒙蒙的一片。我们今天这期骑车日志就到这边结束了，大家下次见喽，拜拜。